也不专业，卤蛋。一会儿要剃光头，紧张呗，猪哥。不紧张。路遇老友，毫无违和感。想期待。过后呢，把前两天种植趋势自己都能碰到。哎呀，下完了。抽了三双鞋，我现在想吃点大枣。见证奇迹时刻。走。这也太亮了。这回看出真样了啊！这是量一下有多少面积了吗？开始算价的。1400，这档三千二。大夫，他这档多少人马呀？一圈马，我的妈呀！现在就是检验帅哥的时候了。一会儿都会看出外部专业。这把我应该问马，这个瓜保收吧？卤蛋，因为这手术大概要进行6个小时，所以说他们现在吃点饭，准备进去了啊！祝我成功吧！哎呦，6小时后。哎呀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什么不疼，但是打麻药的时候是真疼。后来麻药上了劲儿，啥感觉没有。回家吧，咱们走。我的心情是多么的好嘛呀！真的比拔智齿打那个麻药还轻呢。5天后，咋样的感觉？我的妈呀，根本都睡不着觉。他也不是疼，他都是不得劲儿。因为要一直保持通畅，然后后面那个肾储液都溜出去，要不连住。今天是第5天了，我们要去一下医院，洗一下这结痂，顺便看看恢复的咋样。挺好的，等一下把结痂的话呢会清洗一下。总算能洗脑袋了。种植区跟取块区轻柔一点就行。